爸给我开会员，我们的第一个会员诞生了，感谢我们爸爸哥哥。头像，然后有一个那个会员，然后我们会员是有福利的，家人们，我还在研究会员的福利是啥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我们再来一首好听的《梦里水乡》送给大家哦，不卡就好，欢迎所有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。一首《梦里水乡》送给大家，大家如果有喜欢的，我们可以在上面找一个点点关注，欢迎大家。
国之前曾经是一名地理老师，大家如果有就是喜欢亲子的，我们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。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大家多多见谅。我们是新主播，应该是今天播了第，应该是快30天了，快一个月了。谢谢大家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多多包涵。感谢刚刚所有家人们送来的礼物支持，我们左上角有福袋哦，大家可以抢一抢。哦，没有了是吗？我再给大家发一个福袋，大家稍等，大家五一快乐。我们发一个10个人的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，家人们左上角有福袋，大家可以一起领取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没有很厉害，没有很厉害，就是都是大家多多的关照，多多的包涵吧。谢谢我们浩兰，感谢浩兰，谢谢用户，感谢我们巴巴哥哥的开通会员，我们家的首位会员诞生了，第一位会员诞生了，欢迎天泽哥哥，欢迎天泽哥哥。刚刚在弹琴的时候，可能就是看不到大家打的公屏，大家多多见谅。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会儿天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在假期的第一天遇见大家，特别开心。嗯，我是郑州的。我是郑州的家人们，我在郑州，欢迎所有新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曲子呢，也可以打在公屏上，虽然我不一定会弹，但是我看到了我会下去用心练习的，感谢大家。对，河南郑州，我是郑州的。然后呢，亲子是一名新人古筝主播，大家如果就是有什么就是觉得我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可以直接提出来啊，我会努力改正的。大家请大家多多指点了啊。会唱啥歌？我不会唱歌，我唱歌贼难听。我唱歌贼跑调，我们家昨天把人唱走了一大半。我唱歌是贼贼贼贼贼跑调，你会指指点点，指指点点也没关系。我们既然就是开直播了，免不了被指指点点的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给大家再来一首好听的曲子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来一首《春木花落雨》。不知道有多少家人们听过《春木花落雨》这首歌，这首歌呢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。可能弹的并不是特别专业，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我这里获得一段开心的时光，感谢大家。春江花月夜没有不会弹哦，正在练习中。好多曲子的话，我是正在练习中的。我们给大家来一首我特别喜欢的《春木花落雨》，送给家人们。家人们可以就是点点我的关注，加加我的粉丝团，感谢大家。在五月份的第一天能够碰到各位，真的很幸福。感谢大家，我们来找一个那个，找一个伴奏。好，这是古筝，这个是古筝，有21根弦。没有，我去年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我去年大学毕业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吧，家人们，左上角还有一个福袋。Thank you.
我去年已经大学毕业了，去年大学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我们刚刚所有家人们送来的小星星，感谢大家。我刚刚弹琴的时候没有看到，没有感谢到，大家多见谅，多包涵。感谢我们农场，谢谢农场，谢谢浩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下午好，大家。大家下午好，我们刚刚的那首曲子呢叫《春木花落雨》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，感谢所有家人们的支持。欢迎传奇，谢谢风不停的关注，感谢风不停的关注。不会生气啊，大家喜欢我会很开心，为什么要生气？谢谢阳光的小星星，感谢大家。我们家今天有多少新进，就是第一次刷到我的家人们呀？我们可以扣个一好不好？你们是第一次刷到我吗？今天有多少是已经就是刷到我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了？今天来看我的可以扣个二，可以扣个二。天泽真的搞笑了，你们都在扣音，你们第一次刷到我呀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第一次刷到我就这么支持我，感谢大家加团，谢谢所有加团的家人们，左上角的福袋还有最后的50秒就开奖了，大家可以再投资一波，看看能不能投资成功啊，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心意。谢谢大家加团，感谢大家加团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所有加团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家。今天中午吃太多了，今天中午我自己做了点东西吃，做了点饭，然后结果吃多了，我发现还是自己做饭比较好，比外卖好吃。天天看青青好，谢谢神秘人6018的为爱唤醒，感谢神秘人6018。神秘人哥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曲子呀？大家可以点曲哦，大家可以点点曲子。今天显得成熟，今天这个衣服可能会比较成熟吧。太白，我没有开很白呀，我只是灯光打的了。那我已经在调这个灯光了，就是。很白吗？是不是太亮了？谢谢大家，给大家。神秘人哥哥有没有想听的曲子呀？噔噔，我们问问他的意见嘛，天泽哥哥。我们问问神秘人哥哥的意见。噔噔噔噔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自己弹一首我喜欢的啦。我开始啦，你们不准跑，你们谁跑了我就把谁逮回来。今天衣服好看，刚刚有人说今天衣服难看。我发现你们的眼光真的很不一样，真的很不一样。我们来一首闲庭戏吧，谢谢我们灵儿的亲吻，感谢灵儿的亲吻。你这是亲了我多少下呀，我都亲不过来了。欢迎我们老马哥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三郎，下午好三郎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神秘人6018的灯牌，神秘人加我粉丝团了，谢谢神秘人6018的灯牌，感谢我们老马哥哥的灯牌，这件衣服好看啊。大家说，大家有的人说这件衣服不好看，我天天都很纠结每天穿什么，就是很纠结这件事情。我们给大家来一首闲情绪吧，昨天衣服好看，反正轮着穿嘛，我的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啦。谢谢我们老马哥哥的摩托车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我们来一首闲情绪送给大家，谢谢老马哥哥，谢谢我们小蝌蚪。看见背后吗？什么看见背后？
噔噔噔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主播白富美，主播不是白富美，主播穷的很穷的，主播特别穷。可以，就是抢抢红包，帮我占占榜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等我给大家放个音乐。嗯，从此今晚不早操，好夸张啊！你们好夸张啊！调一下东西哦，稍等我一下下。给大家加团，估计说的就是这种女人是吗？什么什么女人，真的很好听，嗯，很催眠是不是？今天的月
月亮。春天你好夸张哦，春天。小虎牙也很好看。说到我的小虎牙，我小的时候还很想把它磨掉呢，因为它有点扎我的舌头。我不是很喜欢我的小虎牙，结果没想到我一直播，大家都会夸我的小虎牙，大家都说我的小虎牙好看啥的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你怎么才两集？是不是美女没好好播？哪有？我最近天天都在播，肯定是你最近太忙了，没来看我。我就今天上午休息啦。我们老马哥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曲子呀？但是我不一定会弹，还在练呢。要不然我就弹我会的吧，你就别点了。就是说点到我不会的挺尴尬的。都可以，好的。那我就随意了，跟你我就不客气了。天竺少女我不会弹。家人们，我们可以一起就是点点那个关注加粉丝团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左上角有个福袋，我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，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，大家可以一起来抢一抢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那我们来一首潇洒走一回吧，我们来一个欢快一点的，刚弹了一个悠扬的，就是比较柔情的，我们来一个欢快一点的。感谢兔二爷加团，谢谢大家加团。来一个潇洒走一回送给大家。对，《红楼梦》的枉凝眉那个我没有伴奏，主要是。欢迎我们流沙哥哥。